打麻将怎么了？打麻将是多了呢，你不打，你还打扑克呢？你怎么不、啊？我打扑克，我从到现在我打了几次啊？你现在没有时间玩，以前你不总打扑克啊？我怎么不说你、啊？那打扑克不都带着你吗？那你说的话说，我们打麻将都是我这几个朋友、女朋友，你能跟着去啊？那话说回来，那我打扑克还都是男的，我怎么就带着你了？男的不都是人家亲戚吗？那亲戚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下回再弄，我这麻将桌从楼上给扔下去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看你不想过了，你真是的，是你让我颜面尽失，你真是的。是，我就彻底失了你，我叫他以后不敢找你。你管的可真宽，真是的。我跟你结婚之后，我成什么了？我上你家成老保姆了，天天像个驴似的，一天拉磨转悠，干活忙活。然后好不容易放假了，我就几个朋友，人家从外地回来一起聚一聚。你看你又不行了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的。我怎么了？我就不能有个朋友了？啊、说啥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再去打，我就桌给掀，还就不是掀了，我直接从楼上扔你了。你不信你就试试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真服你了，真的，管得太宽了，你的思想就是我不能认识任何一个人，我只能在家里边天天像老保姆一搁家里转转，从早忙到晚。你认识谁？我不怎么不让认识人了？你让我认识谁了？啊？我认识谁？我也不上班，我认识谁？我就这几个好朋友，又不是男的，都是女的。我认识除了他们几个，我还认识谁？那几个好朋友，那是好朋友啊啊！一天到晚的碎嘴唠叨的啊！我告诉你。再有那么碎嘴唠叨，我不是掀麻将桌，把掀麻将桌给他警告，下回直接大耳光就开抽，抽谁？抽我啊？抽那些嘴贱的。人家说什么了？嘴贱？人家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再告诉你，下回再有空去打麻将不是吗？我就领他丈母娘去找你。你丈母娘去怎么了？你领我妈去我就怕了。哎，你不信你就试试。下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尊重你，知不知道？还吓唬着我了，还领我妈去，我真的我都让你这颜面尽失啊！啊，颜面人一看我在家一点地位都没有，天天像老保姆像陀螺在那转。我天天给你这去什么？我在玩的时候啊，给你茶水伺候啊，天天给你搁这个地方看，我天天给你请上天啊，啊，给看给谁看？自己关门过好自己日子得了，给谁看？我给他们看，他们能干什么干什么的了。你不信啊？我告诉你，不用我嘚瑟，我领着丈母娘去，你看看，还、哎、我掀桌，丈母娘我估计都抽你，还搁个地方一天还嘚嗖嗖的，你不信你就试试。怕你啊？你不怕？你看你怕不怕？怕了你了，让你吓唬着了。哎，我就吓唬着你，咋的呀？哦，你要出去吃饭、出去喝酒的，你给我等着哈！你给我等着，你不信你就给我等着。